先介绍一下接下来精彩的信息。接下来精彩的信息，我们要讲些。好，接下来来说。OK， 好，我们这次呢，下一集的重点在于它，我们要私分了。那我没有流汗。对，那私分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对，没有过，但是蛮刺激的。对，因为被情势所逼嘛。那对，被情势是我吗？情势，不是情势，被情势所逼。有一个已经有点发神经的女人，已经发神经了。你还好吗？演这些戏还好？我其实不知道我待在这里干嘛。我怎么想？我应该坐在轮椅上，是吗？没有，这边有附近的台阶，我们在一楼。好。然后我们在这个要起飞之前，发生一些事情。对。其实后来呢，杜天星有一个准备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出来。那这个作战计划连他都不能知道，所以就是必须要深藏在心里，然后暗中盘算。那接下来这两集的最后这两集高潮点在如何让这个邪不胜正，因为对中式邪必须胜正这件事情是所有的偶像剧包括好莱坞的电影都必须要这样做，所以大家不要说我们那个是一样的，但是看哪部英雄片不是这样，对，所以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前进啊，看看起的是好莱坞，对对对。好，大家不